回国了。都说 Foxtel 是华人最多的地方啊、就是以华人区。今天感受了一下，还真的是沙县小吃都出来了，直接回国了，我感觉。这个书店啊，这是墨尔本图书影像中心，但是我看哪儿写了个新华书店，我看刚才，哎，全是中国人，贼牛逼。小拆那趟，漫天飘着火锅味儿，还不错。这有个教堂，保持硕大的资源。中国银行。哎，这是谁的摩托车？好像还挺帅的。啊，现在从中国回到。现在从中国回到澳大利亚，再还有个北京烤鸭，欢呼菜的。Till next time on Lace Channel.